我是新来的制片助理，要处理剧组中生活大小事。讲直接一点，就是产婆啦。不管剧组中少什么，我都能够生出来。生一个猪脑可不可以啊？哦，你就是啊，滚！结束了。嗯，什么？眉笔没了吗？我画到一半，太倒霉了吧？嗯，你不觉得一样东西的结束是很美的吗？哈？什么东西结束是美的？你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刀子。嘿，你难道画什么？永远的微笑。身为制片助理，当然要能随机应变哦。没有眉笔，但眉笔我有毛笔哦。哈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放心啦，这个毛笔啊，泡过水不会刺。我到底什么时候问题的？哎呀，刚刚那个弟弟会笑话的呀，你这样，哎呦。哎，方志，我这样算可以吗？你的角色是什么？穷得要死的上班族啊。死的部分还差一点。哎，弟弟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资质不错，够丑，怎么画都行。够够够！谢谢团长。哎，我好了，导演。哎，怎么那么湿啊？好了，妹妹，来换你了。你没有毛笔吗 ？OK， fine。现在的演员还真难搞啊，戏演的一团乱，意见还特别多啊。你说谁乱啊？哼，长得漂亮了不起啊。那你说，爱是什么？你干嘛？火化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家都知道这个煮烫两用锅真的是非常的好用。肚子饿的时候呢，可以拿来煮东西；衣服做掉的时候，可以加水煮滚，还可以烫衣服哦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把握机会了。李经理，今天要不要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个最阿莎的一个折扣呢？对折？你快害我被老板骂死！有没有听到李经理答应了？所以电视机。观众朋友，把握机会打电话喽！干什么东西？要你烫衣服，你卖锅子，要不要卖灵骨塔？要不要帮我买一个位子？半个小时解决。怎样？我也是受害者。所以我就真练那个拉力肌肉。对啊，你看，哎呦，还要多久？十分啊，可以开始烫衣服喽。OK， fine， 至少可以煮火锅喽。身为一个尽责的制片助理，就算拍摄 delay， 也要能够随机应变。来，我这边看手相了，谁要先来？我先看。哎呦，你这个感情线啊，又短又乱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。哇，好准哦！我呢？蓬头垢面，手大脚粗，一辈子劳碌命。不是看手相吗？化妆姐姐，我来帮你看一下。哎，制片助理，吃饱了，准备开拍了。等一下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不准不要。看我看不顺眼，我呢？你放心啦，导演。身为制片助理，就是要能够随机应变。等一下，绝对不会让导演看到做这的衣服的。确定哦？确定。确定。确定。哦。
新来的吗？不错嘛你。谢谢导演。这样导演就看不到皱皱的衣服啦。来，大家准备开工了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快点。那个谁在旁边？是导演。我去帮我拿药来，左手已经气到麻掉了。有什么遗言吗？我是木森，是一位新来的制片助理。看到剧组因为我热络起来，就是我最大的成就。有需要随时 call 我。糟糕，导演倒下来了，快叫救护车！